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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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鼓掌啊鼓掌啊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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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大佬大哥大佬，战中进入第九天，一早金钟集会点就出现有上班族和示威者发生口角，而这一天因为部分学校恢复上课，战中人数明显减少，一群大学生当街下跪求大家别走。香港的一个学生和市民，其实我们真的很谢谢各位台湾的朋友，希望我们能够保得住香港，因为我们也不想台湾以后会步我们的后尘。